可爱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谢谢导演的夸奖。花痴花痴，咬下唇，咬下唇，好了，看都不听话哎，咬下唇，你这个。我想一下好不好？没有了，我只是要把它调高一点。我想说，这么多人面前色诱我也不太好。我就知道他一突然就往下掉。我们俩都结婚了，你也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说你很帅啊。你就说我为什么看起来没那么高？我说我有180，也没有很矮。我跟你讲，够热脸啊，你够热脸啊！你跟他已经没有很熟，他都这样对你。是，我认跟他十几年，你想想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十几年。我姐啊，白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用脚在那边，你干嘛站这么近啊？我是这样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呀，马上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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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踩完我就一个转移话题就可以了。好，反正我们重新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没有放在心上，没问题。我180。有，看得出来有。你看我的眼睛讲话好吗？你在看哪里？故意看远方。然后你可能就是看看，然后呢，对我这样笑，就是。你等下会上去演。我开玩笑。Yes， 我也是演员，就是手腕有上位。看你想，可能如果你不想看，我就不用了。好，算了，不要好了。看他感觉你很要。没有啦，我看你啦。我是 OK， 我也看你啊。我看你啦。因为我怕被你欺负我。没有，所以他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你自己喊卡。Yeah， 这 DIY 哎，这里是。哇，才华啊，才华！钥匙没拔。啊？钥匙车子。哎，钥匙没拔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云龙姐，请坐。不要，你坐。好，这条 OK。等一下，我会说，哎，你又来干嘛了？而且你钥匙没拔哎，然后你就OK， 好。导演就是有才华。对呀，这样能够临机应变的不多。